来看这个物件，哦，这个有够大了，就是这个有点像奖牌啊，像不像奖牌？我们来看下这个大厚笔。哇，那价大了吧？哦，是大哦。有大啊？这款物件这么足少的。啊，这都哎，讲到真正去，好，刚才我是唔知我做啦，有记得记得无？古早二十几年前的时阵哦，我有一个朋友欠钱。 对唔对？算同学啦，欠钱。是。啊，迄阵啊，我都请他去做生意尔。啊，伊甲我借的时阵，对唔对？啊，对方提来讲吼，啊，我甲你借八十万，吼，啊，你即粒刚刚啊，我都无啥物物件通拗你，啊，不，我即粒拗你。嗯。啊，就伊即粒拗互我了后，想我讲吼，啊，遐好的朋友，对唔对？遐好的同学，对唔对？啊，无要紧，我甲你计较。啊，迄阵啊，我嘛唔知影讲啥物叫做荟萃啊，对唔对？迄阵啊，我唔知，干那会晓做生意尔。 啊，就是因为迄个八十万要完租伊，啊完租伊的时阵到尾了来的时阵，对不对？哇，头前一两个月啊，两三个月啊，有照时间害你钱，三个月啊不见得了，嘿啊，啊都不见得了，啊不见得的时阵，对不对？其实他有还一点本啊。对他还本而已啊，啊现在这一颗哈，啊原本看的时候，哎刚好像，哎那个谁，我有来找上节目，我本来想拿这个来鉴定，嗯，结果。 拿到大陆去做台，哦，后面这个台是新的，对对对，原本只有这个球而已，这个蛋面而已，啊，随便包一下就这样给我的，啊，现在没有，现在是特别去做这个台，啊，做这个台的时候又一千赚，又花了10万块，嗯，那他当时呢，80万最后还到剩多少？ 77万，哦，算77万，一个月给我1万块，77万再加这个台10万，成本8000，安尼对吧？嗯，8000对，啊，这个吼，甲我做提转去大陆做的迄个人吼，伊即马你甲我讲大陆迄边对不对？有人咧出4-5万台买，人头做，嗯，啊，即马甲我提卖这个对不对？提箱这个吼，因拢是卖家，伊讲吼。 迄个我准无准，我唔知。你若要转来的时阵，对不对？我记得你卖我8-5万。所以台湾人家出150啦，哈。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人跟这个人，这个卖家卖我的东西，他要买这个回去，我买。总之呢，现在150到180，那么希望他能够卖给他个爱，150到180。所以说他买了，他做了好事，也做了好人。 然后也有好的结果。我今麦是惊啥，因为迄阵那时阵无证书哦，我看还应该无假啦。啊，可能我一项都真老板歹势。嗯。伊只个时阵对不对？只后边有亏的，我表示讲哦，这个没有灌胶。有开窗。哦，有开个大窗，哦，没有灌胶。好。啊，他现在讲的时候，说哎，这个东西哈，可能有那个价值干什么？我嘛唔知，我嘛敢假的啊，假的时阵对不对？70万，70万拢无去啊，对不对？啊，那真的时阵对不对？伊若敢甲买的时阵对不对？伊是。 我是唔知伊咧敢开玩笑啊啥，我唔知啊，还是说真的？我不知道。对啊，有人要买，台湾有人要买，应该是试货的。啊，我看金多的时阵，它的亮度颜色比较不漂亮了，颜色比较暗一点，嗯，比较属于绿绿色，带一点蓝又暗掉了，有点灰蓝了，灰蓝色，对啊，对，有点带灰蓝色。嗯，对，灰蓝色。不过它现在有个好处就是什么？ 哦，它很大，就这样而已，其他的没有。啊，这个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哈。我刚才用这个放大镜看过了哈，这是一块整个的这个翡翠的一个蛋面，嗯啊，它没有挖底，嗯啊，也没有灌胶啊，是一个天然的。那颜色方面就是带灰蓝啊，绿不是那么绿，那水头非常好。 水头，嗯，翡翠水头非常好哈，所以它是有优点的啊。那唯一的缺点，我是觉得就是颜色的部分。它是什么种？什么种？这个带一点点冰呐，哦，带一点冰种的哈，可是颜色就偏了啊，颜色是偏了，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哈。好，这个我们也来评估一下，它假设多少钱？那个没有。那个我做全都不评估。哎，廖老师，来，廖老师有一颗很漂亮的。官员有没有看过这个？哦，那不一样哦。哇，2003年，香港拍卖会卖掉的，叫做幸运之星。幸运之星哦，卖了多少？铁达尼号是海洋之星，它这是幸运之星。这叫幸运之星。哎，
但面要能够切到这么大颗又很完整很漂亮的、欸、它多大是不是跟这颗差不多大、啊、没有没有了那颗 那颗比较小比较小、啊、比这个还小这一颗卖了8000万人民币、嗯、我再开一颗给你看比那一颗还大的但是呢它不卖的所以没有成交记录跟你的手一样宽哇、欸 我们还是来见价还是来见价一下、嗯、请见价100万元这个还好啦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颜色的就是比较差也就是说这个戴起来是很漂亮可是如果遇到更漂亮比如说颜色是这样子的话哇马上就感觉出来它很闷了它很闷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收藏品如果说在持续一段时间那对岸45万跟他买你认为他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卖掉我不建议买不建议买是45哎我不建议买人民币我觉得还可以再增值不要卖哦不要卖你都已经 在做这种收藏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有那个升值的潜力以后还会再增值那欠钱去买买如果没欠钱就喝不会我欠钱我会喝奶我会直直打老板本计较5块但是这100万买